地球的树林。拢已经落雪，为什么阁这么热？真正就热诶！过恁来一个，等一个到二十四度就较凉啊！耶，无唔对！耶，二十四度，我来啊！闪闪细细，足水的呢！阮爸爸妈妈讲，因拄结婚的时阵，这的树啊才拄种呢，细细丛啊，种十几年了哦，才有今嘛这呢高。虾米？一挂树啊爱这呢久，才会当生做这呢高哦？唔知影，等咱大汉了后，这树啊会生到外高。恁看，有碰见呢，真是了呢！哇！哎呦，敢那一年比一年较乱呢。妈妈，咱洗一点仔路，对绿色隧道行去买菜。好啊，我嘛真久无行遐。啊！妈妈，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啦？为什么？小公，为着增加公共建设。才要起大楼，道路需要拓宽，所以就必须把这些树啊。哪会用安尼啦？这些树啊，生这大棵，要真久真久呢。而且生生在这的，为什么要把它做了了？小公。都在外辛苦困真舒适吼，就是是诶，你是啥？免惊，我是树林阿公，欢迎来到树林王国。树林王国，遮足侪树啊，足水诶。在树林王国内底，树啊是上幸福诶，但是一旦离开遮，就。你是讲绿色隧道遐个树啊生？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逐天拢有真侪大树横错了了。运气好个，无得卡硬个刷去别位，或者是利用啊。但是大部分拢无辜牺牲啊。我嘛唔知影，为啥物要甲恁错了了？阮为着守护人类甲地球，总是尽力徛在遮。但是人类常常为了私人的利益，就牺牲阮的性命。我无爱。阮甲所有绿色植物共款，会行光合作用制造氧气，吸收二氧化碳，净化空气，美化环境。树卡用个调节温度，果子籽植物体用个当作食物，药材烹料建着材料，摕来烧做纸。树根会防止水土流失，防止沙尘暴，增加保水的能力，改善生态环境。除了这以外，阮阁会防观赏，放轻松，治疗目睭，和其他的动物休困，维持生态平衡。阮对人类世界来讲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命体。爱安怎做才会用甲恁斗相共？你会用甲我拄则讲的话，甲你所有熟悉的人讲啊。
改变大家的观念，卖个乱错球啊！这唔那是为着阮好，嘛是为着恁人类家己好啊！好，我一定会。小公，小公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。你总算精神啊，差一点仔把我惊死。妈妈，我拄只拄着树林阿公啊！什么树林阿公啊？你着煞昏去啊！妈妈，我无甲你骗，我真是去树林王国。树林阿公甲我讲，树啊会用净化空气，制造氧气，阁会用调节温度，防止水土流失，还阁有……好好好。树啊袂晓讲话，嘛袂晓振动，所以咱常常袂记哩伊的重要。地球确实无树啊，唔呐有真侪生物会消失。人类也无法度生存，假使无树啊，人类也会死亡。咱只有一个地球，种树、爱树、保护树，是咱大家责任。美丽的灯头山。这节课爱练习画人像，就请美丽同学做咱的模特。好，老师。哇，大家看到美丽的灯头章，都足新鲜的。对啊，这呢灯一定老真久。头鬃这么长，敢那无神啊嘞！美丽，你平常时拢爱怎保养头鬃的啊？看起来就顺嘞，头鬃拢袂拍个。我穿宝贝我的头鬃，因为我有一个愿望。我的头鬃真重要呢，请你卖我朋友。无心啊，无心啊！美丽，请你替我念一下课文。好。丁丁，去教室阿明画镜。是嘞，因为一挂原因，我甲头鬃加短啊。哦，不要紧，短头鬃嘛是同款会用画啊，大家继续。美丽是毋是走去电头鬃，无小心电歹去啊，所以只好加掉。要是得到什么怪病，头鬃落了了啊！我知影，一定是丁丁啦。拢是丁丁，伊去叫美丽无神啊，佮优雅头鬃。美丽感觉真艰苦，才把头鬃加掉的。对，一定是安尼，拢是丁丁害的。敢真正是我害的？就用功诶！今仔日运动课诶时阵做诶体操足趣味诶。美丽，是咧，我无应该冲伫你，叫你无神啊，害你甲头鬃夹掉。丁丁，毋是安尼啦，你误会啊。虽然我无介意你常常咬我诶头鬃，也毋过我诶头鬃毋是因为你才夹诶。安尼是为虾米？恁缀我来。这是阮妈妈做志工的儿童病院，才有真侪得着癌症小朋友。这甲你的头鬃有啥物关系呢？因为得着癌症，必须来做化疗，化疗会害头鬃烂了了。所以，为着
着我爱好遮个小朋友感觉家己无共款。我留长头发是为着要关出我的头发，做假头发送予因。美丽，你足够的，你就有爱心咩？原来是安尼哦。美丽，查甫敢会用个关头发？当然会用个啊，只要唔惊别人眼光，甲创治就会用个啊。你莫安尼讲啦。我知影唔对啊，我嘛想要甲遮个小朋友斗三工。我嘛要，真好诶！只要有恒心甲毅力，每一个人拢会用贡献家己头像做爱心哦。安尼就免每个月加头像啊，阁会用省钱呢。只要是对的代志，就应该拍拼去做，唔免惊别人安怎看。无的卡一开始别人无法度了解，也唔过只要坚持到最后，一定会影响别人，互佫较侪人参加，做伙做好代志哦。小老鼠，小米，这是你用手绘本的，对啊，厉害哦。妈妈不是每天干那扣咱十块，你哪会有钱买遐尼贵的物件啊？我知影，一定是妈妈偷偷加予你收费。你这毋是呢？你也可以记得半年进前。过来寄钱哦，对啊，丁丁这细汉就这样欠钱，真正真牛哦。无啦，六个月啊，我的愿望未得实现啊，耶！啊？阿兄，你哪会阁买吉阿冰？对啊，我用收费买，敢讲袂用的？无讲袂用的，只是你大家拢乌白开收费，得去买刺绣啊。妈妈给咱的收费遐尼少，除了买刺绣啊，阁会用去创啥？你无听过积少成多吗？哦，积少成多，是讲工资真少，汇成真济艺术性。奇怪的成语哦，嘿嘿。阿兄，你竟然讲积少成多是公积金就灰尘金的意思？是咧，假使我知影积少成多的结果遐尼好，我就袂笑你啊。哼，虽然妈妈逐天给咱十块，也唔过只要存起来，十块变二十块，二十块变三十块。五十块变一百块，会愈变愈多。也毋过，无可能拢总拢存起来，一仙钱拢无爱开啊。嘿嘿嘿，所以讲啊，逐摆收费累积到一定的数目的时阵，我就会分作两份，一份捡起来，一份买点心，也是买笔、买簿啊。我知影，后盖我就把五天的收费存起来，摕去买扭蛋。你看，积少成多，我嘛会晓哦。哇！也毋过，我也是甘愿加欠一寡钱，摕去买真正家己需要的、品质较好的物件。我会加起咯。
凊彩开钱买一堆品质无好的物件，会真紧就歹去，最后阁会变成一堆垃圾。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有效运用所费啦？真简单啊，首先定一个确定的目标。目标？然后学习分配所费，一半欠起来。最后拍拼欠钱。真紧，你的愿望就会当实现啦！对，今仔日开始，我会要开始欠钱，规划所费，把钱开伫个搁较值得的所在，唔是拢总摕去买四手啊、甲佚佗物啊。真好，阿兄，咱做伙来拍拼欠钱。是多还是少，拢会当积少成多哦。老魏即马开始爱有欠钱的好关系，替未来做好准备，安尼会感觉足有成就的哦。今仔日转来一位新同学，大家拍抱啊欢迎！哇！免惊，简单甲大家介绍家己就会用个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悠悠。很安静又够避暑，敢那甲其他查甫囡仔无啥共款呢？对啊，是毋是有一点啊？我甲恁大家讲哦。拄只伫咧运动课的时阵，我看到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呢，是真实的啦！我甲妮妮亲目睭看到的，伊真正摕出 Hello Kitty 呢。Hello Kitty， 唔是恁查某囡仔哩送的吗？所以才奇怪啊！悠，真正足奇怪的，查某囡仔送洋娃娃。嘘，较细声啦，莫互伊听到，我惊伊会哭。老师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最后还阁有一个要看卖的卖菜，大家爱详细听哦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种田的，伊有两个囡仔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。爸爸，今年的雨水足高的，一定会好收成的。辛苦几年啊，总算无白费啊，多谢天公伯啊！中道灯煮好啊，你紧来食饭啦！哎呀，我的头壳足痛的。原来种田的因为真辛苦，得着一种怪病，只有灵王的好手会当医治。
我去找玲珑好手，你要好好照顾爸爸。好，我会。你爱赶紧回来哦。经过三暝三日，伊总算找到玲珑，而且顺利摕到玲珑好手。进餐呢，把玲珑的好手夹落了后，病真紧就好啊，头嘛袂痛。三个人继续过着辛苦却快乐的日子。故事讲了啊，即马我爱恁又看卖，进餐的两个囡仔，倒一个是查囝，倒一个是后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当然是替伊进餐，甲龙王决斗，摕到龙王好手的是后生啊。对啊。早中昼顿到田内，用心照顾破白种田内是查某囝。嘿，无唔对，你想哪？这嘛想好有啊？哦，感情是安尼。啊！真有可能，查某囝仔哪有迄落气力种田，搁遐尼勇敢去拍龙王？老师，你甲阮大家拢无好道啊啦！自细汉，恁就一定予人教讲，查甫囡仔必须是安静、乖巧、听话。查甫囡仔就应该是爱主动、勇敢、袂用的哭。也毋过，事实敢真正是安尼？遐拢是受到社会文化对男女的刻板印象。详细想看麦，是啥规定？查甫囡仔就一定爱耍洋娃娃？查甫囡仔就一定爱会晓拍篮球咧？像讲查甫囡仔拢食到煮饭，爸爸妈妈带恁去的餐厅、饭店的总铺师，常常拢是查甫啊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特别的模样，不应该看袂起甲家己无同款的人。互相尊重、包容、欣赏，才是正确的态度哦。心内悠悠，我不丢啊。哟哟，你好了 ，Kitty 就够知的，敢袂眼睛我看。咱无应该对别人有男女刻板的印象，因为每一个人伫个个性、专长，拢有先天甲后天的无同，袂用个一概而论。咱更加爱尊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多元的特质，咱爱学习互相尊重、欣赏，甲接受每一个人的特别性。的滋味。就好吃的。想要吃，若是想要吃，家己去买啊。对啊。小鬼，小鬼，你哪有这么灰啊？你得来扫涂骹。你袂要偷吃哦。哇！掉无去啊！
知影，一定是给阿明偷吃。明仔载户外教学，大家爱记哩扎水、中道道，或者是一挂饼做小点心哦。耶，总算用个买饼食。妈妈，我明仔载要校外教学，老师讲要扎水。中道的，还阁有饼做小点心。妈妈，我想，要唔过妈妈这个月薪水还袂领。啊，好佳哉，我今仔日有微胖，明仔载就早去做中道等好啊。哦，好。再见。阿明，阿明。哦。阿明，你哪会袂记炸胖？安尼中道会摇巴肚呢？你看阿明，哪会敢那炸胖啊？阿明中道敢那吃胖哦，无怪伊会偷吃咱的饼。对啊。我足期待的，听讲咱即个去耍的所在足赞的呢。偷吃阮的饼，即马阁想要摕阮的棒棒糖。我无偷吃恁的饼，只个棒棒糖，我是捡起来要还恁的啊。阮妈妈讲袂用摕别人的物件。骗人！我才唔相信。阿明讲了无唔对，伊无吃恁的饼。昨恁两个人藏起来的饼，是予粉鸟食去的。我亲目睭看到的，这个棒棒糖明明是拄只恁那个涂骹过来阮这边的，我甲阿明是想要甲棒棒糖捡起来还恁的。阿明，真实嘞，这挂棒棒糖拢请你吃。是的，阮误会你啊，袂要紧。那安尼，咱就做伙食。一开始，我甲小伟拢误会阿明，阮认为是伊偷食阮的饼。阁拍算要摕阮的棒棒糖，又毋过伫阮知影事实的真相以后，才发现阮拢误会伊啊。阮一直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大家千万毋通以怀疑的心理去诱别人的心意，无是会失去一个好朋友哦。我嘛袂记哩啊！温丽，我去看我嘛，马上就回来哦。啊，看我嘛，我袂要去。好啦，也毋过我嘛最近身体无啥好，温丽爱较安静呢，袂用个插着我嘛哦。好，我知影。
湾狸啊。你不是湾狸，伊才是湾狸。湾狸已经过来啊，就久无来看我嘛。我的湾狸，细只大汉啊，我阁会记得你细汉时阵有够古锥的。恁妈呢？恁妈哪会无来的？伊就久无来看我啊。原来你去采水果啊！我阁抓准你无来咧。爸爸，我妈安怎？为什么甲我甲妈妈，还阁有阿姨拢认唔到啊？阁讲我唔是婉儿。婉儿啊，我妈只是破病尔啦。我妈为什么无爱睬我？婉儿啊，我妈是头壳退化，得着湿地症。湿地症，那是啥物？那是一种会影响记忆、注意力、语言的病。若是严重，会无法度分辨人、事、事、地、物。啊，妈妈，你是讲我妈袂记得我是？其实我嘛毋是真确定。我妈的情形有时好，有时歹，非常无稳定。就连我，嘛是有时会记的，有时袂记的。阮就是惊你会烦恼、艰苦，所以才无爱让你去看我妈。也毋过安尼嘛好啦，我妈一向上疼你啊。你即马嘛已经捌代志大汉啦，是应该让你知影。有孝金礼物，只好逐年送你一个动物玩偶。我上喜欢外妈送我的动物玩偶啊！我喜欢动物，也喜欢外妈，搁较喜欢外妈带我去动物园耍。后礼拜就是我的八岁生日啦！这届外妈敢搁会记得送我动物玩偶？以后敢阁会带我去动物园耍？妈妈，你唔通袂记哩我哦！妈妈，嘛唔通袂记哩咱欢喜的回忆好无？啊，妈妈！啊，婉儿，你回来啊！拄仔好，紧跟我去找我妈。我妈安怎？我带阿妈伫附近买菜，才一下啊，阿妈就跑袂去啊，我就赶紧去看阿妈敢有来遮。是莫讲啊，赶紧去找阿妈。好。走去倒位嘞？哦，我知影，紧对我来。妈，阿妈，你伫倒位？阿妈，原来妈是来替我礼金生日礼物。婉儿，你看，这是我妈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敢介意？介意，我足介意的，我就知影我妈要袂记得我。以后我逐天拢爱陪你食暗顿，安尼你逐天拢会看到我，就袂记得我。我妈要哪会袂记得婉儿咧？我妈上介意婉儿啊。也阁要定定带婉儿来动物园，对吧？我妈，我妈。
我足后悔，伫个外妈破病以前无加陪伊，即马伊得着失智症啊，无小心就会甲我放袂记。也毋过袂要紧，我已经决定啊，以后要逐天陪外妈食暗顿，互伊逐天拢看到我，就袂甲我放袂记啊。赢的一天，丁丁，妈妈现在要出门买菜，你就趁这个时间把家里面打扫清洁，下午才能出去玩哦。好，没问题。看我的，喂，丁丁，我是小伟，你今嘛敢有闲？敢会闲甲我斗三工？拜托嘞，今嘛，好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拄只阿册店通知我。我主文上新一集的海贼王已经来啊，会替我保留到十二点。也毋过，阮妈无爱让我出去，你敢会用的替我去摕阿册？会用的啊 ，OK。丁丁，你上好啊，安尼你爱赶紧出门哦。好啦，拜拜。受水，把新买的袜子放伫咧游泳池的边啊，袂记你抓倒来啊。也毋过，我即马有搁较重要的代志，无时间搁倒去找啊。你敢会用个替我去游泳池找看卖？即马哦，也毋过我拜托你啦，袜子是阮爸替我新买，今仔日才挑一摆用呢，我绝对袂用个放弃，拜托你。好啦，多谢你，丁丁上好啊。飞机搁早，阮离的真近，敢那较赶紧，唔赶紧去，我正予人提走落海啊。丁丁，你毋是应该伫咧找摒扫，哪会伫遮咧？唔是啦，我有重要代志，得要袂赴啊！我回去再甲你讲哦，拜拜。丁丁，哪会这么多人哦？喂，请你卖插队好不？排队。我无要买票啦，我只是要……唔管，就是爱排队。请问您敢有捡到一个新的袜子？请你到正平的办公室内底问，卡斯若无看到，安尼就无啊哦。办公室阿姨嘛讲无捡到袜子，哎呀啦！丁丁，婉儿，你唔是讲有重要的代志，哪会伫遮？
对啊，我讲的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来替我出门的上新的海贼王啊！李公少，好佳哉，前一个出门的人超过时间，我才会当做到红仔册。前一个出门的人是毋是就是小伟？对啊，你敢有替我找到瓦镜？瓦镜，这无呢？无，哎呀啦，我一定会给阮爸妈。哪会安尼啊？丁丁，你上好解释清楚，为什么摒扫到一半就走出去？也搁有，小伟，伊为什么一直打电话来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讲来话头长。算了，无任何借口，为着要处罚你无守信用，一礼拜袂用个出去佚佗，伫个厝里好好反省。小咪，伊哦，我唔敢阁凊彩答应，甲别人斗相共啊，唔若忝到半死，家己个代志无做好，答应别人个代志嘛无做好，唔若无斗相共着，阁变做无守信用个人，唔若安尼，我阁有一礼拜袂用个出去耍，真正是足袂好个。伫个答应别人的代志之前，爱先考虑家己的能力。假使做袂到，就莫凊彩答应。啊，无像我安尼，唔那无甲婉儿甲小伟斗相共，连答应妈妈要摒扫厝内嘛无做好，最后阁变做一个无修。